首先，请你仔细观看这张图片，确认你认识图片中的生物，然后请阅读本规则。如果你仍能认得规则的自己，那么请同学记住这些规则，因为这对你们至关重要。晚上11点，所有的室友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查寝的人要来了，请各位同学速记一下规则。一，他们会扭曲规则，本规则里一定会有一条假规则。二，查寝的人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开门，但注意一定不要开门。三，红月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景，你可以抬头尽情欣赏。四，在收到本短信时，如果宿舍满员，千万不要离开宿舍。如果还有同学没回到寝室，一定要出去寻找，室友的生命安全很重要。五，外出时如果不慎与查寝人员产生接触，请第一时间通知宿管，宿管如果没有回应，请立刻打破宿管室的玻璃。六，规则不定时增加，旧规则将会被新规则覆盖，请牢牢记住所有规则。最后，希望你们能通过本次查寝，祝你们好运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这条奇怪的消息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打开宿舍群试探性问道，哎，你们有收到奇怪的消息吗？没想到陶云云很快回复，她是四人宿舍中胆子最小的。收到了，我好害怕，这条消息是真的假的？我也收到了，看起来不像恶作剧。宋佳的话一出，我和陶云云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决定先把规则记下来，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刚刚还在的规则突然在所有人的手机里消失了。更加奇怪的是，手机里所有的软件全部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个聊天工具，信号也显示不在服务区。趁着刚刚的记忆还在，我们三个连忙把规则写了下来。没错吧，应该就是这些规则。我们三个点了点头，但对于第一条规则，我们三个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根本没法验证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弹出一条新消息，是宿管楼大群，但手机明明没有信号啊。302，你们看到那些规则了吗？206，看到了。303，是谁的恶作剧吗？504，谁大半夜写的搞这些？402，有人验证过规则的真假吗？603，可是手机没信号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还能在群里聊天？我的消息刚发出去，群里顺势安静下来。这时最后一个室友赵念的床上忽然有了动静。哎，你们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坐着干嘛啊？他语气诧异，显然并不知晓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门口走去，我急忙按住了他的胳膊。赵念，你要不要先看看这个？嘿，你们恐怖小说看多了吧，快松开，让我去上厕所。赵念打开门直接离开了宿舍。我们继续翻着聊天记录，宿舍群名为504的女生不信邪，离开宿舍在走廊上拍了段小视频，可以明显的看到昏暗的走廊没有灯，幽暗寂静，红色的月光倾洒在地上，但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这个视频让我们不安不少。接下来陆续有人出门，他们表示什么都没有碰到，看来这些规则只是一个恶作剧啊。不对不对，很不对劲。宋佳突然大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都只说出门没有什么，可是没人说回来的路上是安全的。但群里似乎没有人发现这一点，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宿舍。宋佳掏出手机，群里艾特刚才出去的人，问他们有没有安全回到宿舍，果然没有一个人回应。突然504宿舍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的画面很不稳定，似乎是有人将手机握在了手里向前奔跑，粗重的呼吸声和追在他身后那沉重的脚步声分外清晰，画面忽然变黑，似乎504不小心摔倒在地上，随后便是一阵凄厉的尖叫，我被吓得说不出话。陶云云白着脸抱着我的胳膊，宋佳一脸凝重，群里的人也被吓到了，不断询问504的安危。很快501宿舍直接甩出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画面昏暗，透过手机微弱的光亮能看到鲜红的血液正在501宿舍门口流淌。501这时也发来消息，504就死在我宿舍门口。我关掉照片不敢多看，赵念还没回来，他会不会出事了？手机时间来到11点半，我们宿舍离厕所最远，每次都要走过整条走廊，要是根据规则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出去找他，但外面这么危险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至近，直到在我们宿舍门口停下。快给我开门，又怪我在追我。外面的赵念猛地拍打宿舍门，宋佳冲摇摇头表示不要开门，但宿舍外赵念的声音越来越着急，救命，不要杀我。似乎有东西将他扑倒在地，门外不断传来尖刀刺入皮肉的声音，直到赵念的惨叫声停止。砰砰砰砰砰砰，突然更大力道的敲门声响起。宿管查房，宿管查房。规则第二条，查寝的人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开门，但注意
一定不要开门。那万一这条规则是假的怎么办？那不开门不是非常的危险？就在我们三个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外面的人似乎遗憾地叹口气，转而向隔壁宿舍敲门。这个时候，一股冷风吹开窗户，窗帘扭曲飞舞，我们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天边的红月。硕大的红月挂在天边，笼罩在校园上面。宋佳见状，急忙低着头走到窗边，拉上了窗帘。这红月不正常，别看，晚上12点，血红的规则再次出现在手机上。七，所有人躺在床上，并打开宿舍门锁，准备接受宿管查寝。八，再次提醒，一定要打开宿舍门，不然，愤怒的宿管会变得很可怕。